姑娘说：“够可爱的。”你吃饭了？哦，你干了。怎么回事？宝宝又在闹什么？他不睡，他还起来玩。今天就加餐了，俩菜，两个菜今天。听到没有？我们要去吃饭了。妈妈说今天给妈妈加餐呢。好吧。你就不能安静一点，让妈妈吃个饭。他刚刚吃乖乖，睡一觉起来。乖乖，你看又不高兴了。谢一个，好吧，谢一个。那我来抱了，你先吃饭吧。妈妈饿了，宝宝，让妈妈吃个饭呗。等我吃饱了。嗯。他吃了奶是吧？刚吃了，吃了青菜了。里面放了花生的啦。嗯。还放了枸杞，味道怎么样？嗯。饿了，好冻。那就把这个鸡全部吃掉呗。荤素搭配了啊，这是啊。嗯。这是应该胃口比较好一些。看看食欲好一点。这边还是有点油，一点点。有没有再给你搞碗鸡汤上来？等一下再吃吧。你先把那个汤喝点吧。嗯。吃饭了没有？嗯。已经不是红的了，是吗？嗯。把这个端上去吧，你快点去吃饭，待会儿都凉了。好的。这游戏交接交接自己。你看看我哥的，你看看我哥的，哦，嗯。